哎呀！各位，打开我呀！你别以为女生好欺负。我想跟你聊一聊。你要聊什么？聊安。假如你是要反对我追安安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其实我反对啦。我举双手赞成。以我对安安的了解，他一定不会喜欢你。王妹啊，你嘴里面是有一把尺吗？什么啊？讲话干嘛那么直？我好像爱上你。为什么你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呢？为什么你不相信有人会喜欢上真实的你？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你不能不相信你自己啊！我知道我不符合你的择偶条件，我不是什么豪门，可是你以为我想吗？看到你的时候会心跳，没看到你的时候会难过。一个人被你救了七上八下，你以为我是电动玩具哦？你觉得我们之间也是误会？其实我承认你长得是还蛮帅的，可是你穿这个背心，廉价的手环，短裤，夹脚拖，天哪，这一点都不像一个豪门，一点都不符合我的标准。周日晚间10点。